如果你是一名创业者，应该需要为自己的公司或者是机构制作一个特别的 logo。 以前请设计师做一个专业的 logo 要好几天，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只要用到 Midjourney 和 ChatGPT， 十分钟就可以快速做出一个媲美高级设计师作品的 logo 设计，为你立即省下上千块。在这里我也是将 Midjourney 的注册流程、使用技巧还有一些使用提示词打包放在了我的米高上面，回复关键词 Mid 即可免费获取。制作一个高级设计感的 logo 只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 ChatGPT 写设计思路。我们打开 ChatGPT， 比如说我开了一家叫一棵树的服装工作室，我们可以在 ChatGPT 上输入现在你是一个设计师，根据一棵树服装这个工作室的名称，请帮我设计一款 logo， 并介绍一下这个 logo， ChatGPT 就会帮你写出 logo 的设计思路。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在 ChatGPT 上不断调试。第二步，完成画图指令。根据上面的设计思路，我们让 ChatGPT 书写出 Midjourney 可以理解接受的指令，再将这些指令翻译成英语。第三步， Midjourney 生成图片，将刚刚得到的指令放入 Midjourney 中等待生成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不断优化和添加我们的描述，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这样一个完全不需要动笔画图的 logo 就设计好了，还可以换成各类风格，如写实风、极简风、拟人化等。怎么样，这个方法非常好上手吧？你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帮别人设计 logo 收取佣金，即使是没有什么绘画天赋的小白，经过系统的学习使用也能轻松上手。我们打开某宝看看，一个 logo 的设计100到2000不等，这样的店铺月销售1000多单，轻松突破七位数。如果你一个月如果能做100单，那就是上万块了，赶快去试试吧。有什么项目想要拆解的小伙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